哦，还有，我还很在意一件事，就是我在问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连想都没想的就直接说不知道，我会觉得你想都没想，或者是我还没有讲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说我知道，我就会整个觉得，好，你知道什么？对啊 ，OK， 你知道，你讲啊，你知道什么？我要讲什么是不是？那你知道什么？总结一句，不耐烦。不是不耐烦，是就是就不能好好的把话听完再回答吗？那不能好好想一想，对吧？不能好好想一想，再说不知道吗？那你不知道不会查一下吗？对，不能应付我。对，就应付。对，我终于找到形容词，应付。我讨厌被应付的感觉。